好的吧，好的吧，现在你们没有什么事情了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你们上车，你们上车，我们马上准备出发。我们这边交给你们了。好好好好，来。火车就在我们车厢前方后面进行。我们现在车速也不太快，它会在主要路口，所以我们车速尽量控制在60码左右。在每个有你的角落，如果生。